亲爱的，我走不动了。真是慢死了，女人就是矫情。我怎么变成女人了？我怎么变成男人了？换上睡衣真清爽。这肚子真大真重。有大肚子真是一点重活也干不了。做瑜伽对我来说似乎运动量太少了，我好像有用不完的精力。我媳妇以前都不会长这么多毛毛的，她该多难过呀。男人的毛毛真是又硬又长，根本刮不干净。我不想喝牛奶，想喝酒。我也能小酌一杯。没有了大肚子，小小的枕头也能睡得很舒服。真是神奇的枕头，刚刚好拖着肚子。用简单的洗面奶也能洗得超级干净。肚子上长了好多东西，涂再多精油好像都没太大效果。我就吃了一些西瓜，就一直肚子疼，一直想上厕所。原来李子也没这么好吃。亲爱的，你怀着孩子不容易，东西我拿，